两位老师，我带你们看一下。天哪，我看到了啥？这个是我们上次的这个堂屋，做了一个小小的记忆馆啊，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架子，希望这个来入住这个民宿的客人的照片签名放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展示，户外的地面都铺上老石板了。太好了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户外的那个草棚子，这每次迈过去腿短点都迈不过来。我们把这个建筑改了，跟户外沟通的一个岛台，一个水吧，可以把这个地方喝咖啡了。哎，这个蛮有特色的，我觉得其实改完以后我都舍不得那个转给别人了。那你可以自己来。15天后，美好生活民宿2.0版即将上线。哦，都换了。新生活，新体验。好大的食堂，杨子儿妹妹，好漂亮，完全变了，我快疯了。天哪，这里变化也太大了，整个变得超大。Hello， 你是新合伙人。佩少芬，你怎么变丑了？不可能，你嫉妒我。啊！哇，我的天哪！你俩 PK 吗？他跟我 P 个什么他？跟我好一点可以吗？看夕阳，好漂亮啊！主席在想什么呢？想一些该想的人。小声的告诉我在想什么。他帅吗？帅。你和楚曦前两天在哪里去约会了？啊！不要乱讲，原来是这样子的。刚才两个人，没有没有没有。3、2、1，看这边。看这边，啊！我麻死你！我来不及，我自发一下。帅哥马上来了，帅哥，帅哥来了，我来了，救命救命！神经病！我发现房间里没有热水壶，有些民宿晚上要提供甜品的。我觉得你们民宿应该有一个那种特别声音大的那种座机，每个房间都挂一个分机。我们要先把 WiFi 弄好，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来这边是可以享受生活，哦，所以不要有 WiFi。WiFi 我觉得是可以要。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走，我们一起进去吧。我的天哪，我喜欢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我的妈呀，快看那边！哎呀，我的声音怎么那么高？你看，我们吃饭的那个茅草屋变成那个样子了。哦，多了一个小吧台是吧？好漂亮哦！都换了，太好看了吧？全部都改了，而且这个十字路就不用再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了。跳操和跳舞的地方有了，啊！你又要在练团、啊，练团。哇，高级嘞！你看，大理石哎，很棒哎。哇，这是什么？这可以喝吗？这是苏打酒，可以啊。来，我一喝这个酒，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那天在网上看到的。嗯。天哪！天哪！你怎么看到那个？我一直在唱歌，我喝醉了。那天是我爸生日，是吗？嗯，老人家喜欢唱歌，然后后来他就被拱上去唱，然后我大概醉醉的，我一看，傻眼。李心如，好烦哦！我自己都不敢看那些。哦，我们的餐厅。天哪，好大的食堂哦！终于有，酷哎！天哪，那里还有花，快看！嗯，你看向日葵。
这个好美哦！我只想坐在这里和你一起喝到天亮。所以他现在就是以后可以给客人吃饭、吃早餐。你看以后得来多少人啊？反正我做不了这么多菜。我一看这个吓到。杨子儿，杨子儿，杨子儿妹妹，你知道吗？我们的民宿变得好漂亮，完全变了，我快疯了。嗯，你先看我们的餐厅。哇，这八个人吃饭呀，你看到我眼里的光了没？天哪，这里变化也太大了，整个变得超大。哎，这看在外面，这可以坐在这里，我们晒太阳聊天。看漂亮不？那还有小坡可以上去看风景。嗯，就是如果有帅哥嘉宾来了，哎，晚上我们还可以邀他们一起出来散步。一对一散步吗？一对一散步。哎，听得到吗？看到吗？现在好了，刚卡了。哎，你看说到最重点的地方你就卡了。散步吗？你们这期来了吗？帅哥嘉宾。还不知道谁呢。看我们节目了吗？看第一期，好好笑啊！姐真的没骗的，她那在睡午觉的时候，那牛真的是一直在找她耶，是不是？对呀、啊。你好好拍戏啊，你拍的顺利吗？我在工作，然后我还挺顺利的。自从那个肠胃炎之后呢，我就开始调理身体了。因为你有时候拍戏，你一过了那点儿没吃东西，就是只饥一顿饱一顿，就你肠胃就受不了。知道吗？我现在一天都开始吃了。再累你都按时吃饭，好不好？你现在都好了吗？身体？我好了，我好了。等下次见你们估计看着我就胖身圈了。我要吃辣的。好，下一次面给你做面，还给你麻辣香锅，全部都有。太好了，妈啊，爱你啊、哦，拜拜，拜拜，拜拜。我很激动，我想要把我的心情第一时间传递给他们，因为当时杨子也提很多建议嘛。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打给他，因为他这次来不了。早安，这是美好生活2.0版本上线的第一个清晨。就着晨光，一段民宿介绍送给各位。首先是景观部分，他们来的那个石子路，拖着行李来的话就会比较难受。这块真的是再上点年纪的人拉不动了。小子子，哎呦，我们想加一些灯，但又不是这么的传统的那样子的一个灯。2.0版用老石板代替石子路，加设景观灯，拓展了户外活动空间，重新梳理了原有的植物，从山上移植棕榈。探索继续。汪汪 ，Hello， 是你们家狗狗吗？啊、叫什么名字？满意给它取名，给它取个名字吧。小黄，都叫小黄，黄的都叫小黄。哎，小米，小米，小紫，小紫，小粉，小紫，小粉。我老家刚刚改造完一个老房子，嗯，我就现在正在把中间的一个房子用来做书屋吧，就是可以让周围一些留守儿童去看书。这一路看了很多长期没有用的房子，他们这儿不是小孩多吗？嗯，我想有闲置的屋的话，做一个图书馆。我们之前刚住过来的时候，也有一群孩子放学。我爸爸在医院，我妈妈在新化。我觉得好像可以给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
我们想这些孩子平常除了就是可以在山里面玩一玩啊，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聚集点，可以在那儿看看书，如果真的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小时候最美好的一个天地。哎，这个感觉很像图书馆。对呀、啊，这个很有味道。哎，不是，这闲置了很久了，感觉我好喜欢它这么多窗哦，可以有很多的光源照进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敞亮。我觉得这一家可以的。他会看你电话，然后马上拒接。嘿，陈大师。嗨，陈大师，厉害的陈大师，你好呀！改的那个餐厅啊，特别棒，我超喜欢那个窗户的那个感觉。巧思啊，巧思啊！我们现在给你看另外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房子，觉得特别不错，你给你看一下。来看看，这个。这个是一个两层的小房子。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想在这里做一个跟读书院，就是让这里的孩子就是有地方可以看书和玩。对 对, 对，我们看外面很像一个很舒服的图书馆。啊。它还有那个湖，真的，你看，你看，美德。哦。是不是特别美？对，这个好像是水库吧？那个水库。水库。啊，一只，好可怕！有蚊子，有，那是蜜蜂。蜜蜂，等一下，陈古丹说，我躲一下蜜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请您，如果可以，请您来一趟，好不好？看一看这里。好的，好的。陈大师辛苦啦，拜拜，拜拜。快叮林心如，不要来找我。我是招蝴蝶的，我不是招蜜蜂的。回家了。好，我们那另外两个合伙人，他们要过来。师傅，可以帮我开一下后备箱吗？谢谢。我应该是在活动上见过他，但是我们不认识，我认识他，他应该不认识我。在哪里？来了，来了，来了。Hello 啊，大姐。没想我叫你西西、小西，还是西西？都可以，西西也可以，小钟也可以。我是夏芬。知道知道，开始。首先，我们来用乡音来介绍一下自己。什么叫乡音啊？就是粤语。哦，好好。大家好，我是蔡少芬。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楚曦，好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美好生活。准备好了，随时，非常的期待。随着2.0的升级，民宿迎来了新的合伙人加盟。干嘛说到合伙人啊，好像浪姐似的感觉回来了，好恐怖。美好合伙人席位新增两人，人多力量大嘛，想想就很兴奋啊，然后有一种使命感。哇，我可以加入乡村振兴。哎，就是我一开始就知道有谢拉，他就很好玩嘛，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有很多工作都试过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能擦到很多爱的火花在里面。我们现在不如发个信息给谢拉，看他们干什么。他有两个。看来他还没有醒来，要再睡觉。现在在睡吗？应该是。是可以睡到这么晚的吗？应该，美好生活应该就这样子。是可以的，对吧？我刚刚问你认识蔡少芬吗？你说不认识。我怎么可能？紫薇怎么可能不认识皇后娘娘？不同年代。结果是人家是不同年代的。蔡少芬是属于你的，应该就是那个皇祖母。霍建华演的你爷爷吗？他演我爸。哦，乾隆是紫薇的爸爸。坏皇后今天要来了，紫薇你小心一点。哦，他已经打给我了，可能问你要什么东西。哎，回来了。哇，大姐，蔡少芬，你怎么变丑了？不可能，他嫉妒你，你听到吗？他说你嫉妒我。你知道什么叫美吗？我不用刘海还是怎么做，我就这样子都是好美的。不是你变丑，而是因为楚曦很漂亮。楚曦好。楚曦好。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风景，快来。哇，
美呀、啊！我最想做的就是坐在那边喝喝茶，看着美好的风景，然后看着他们干活。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我想当一下那种经理的感觉。你们两个在哪里、啊？你是在车上吗？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了，我们在路上啊，我们要奔向你们呐、啊。不，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帮我买一些东西过来？可以啊，可以啊，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卫生纸、纸巾。纸巾的话是可以去购买的吧？到时候。现在连纸巾都没有吗？那万一有三级？三级还是够的，够你的。还有垃圾桶。是的，那个燕窝吧，燕窝买燕窝是吧？啊好，我们先去养点鸟，我们先去养点鸟。有没有钱给我们啊？先垫，然后过来好好录节目，节目好了有赞助了，自然就有钱了。你都还没有开始营业，还要掏钱进去啊？干嘛说到合伙人啊？工人吧，如果工人。加油加油，等你们啊！好的好的好的。那他打钱给我们吗？对呀、啊。那，你别忘记把钱打过来哈，别装啊你哈。开始我们的美好生活。太美好了。来，先拿他们要的东西，那就这个吧，就拿它吧，然后我们再拿一袋抽纸，这个是不是大包一点啊？17.8，17.8，这个好像高而已，多一点的是不是？高而已，这个有6个，这个只有啊，只有8个，只有8个，拿这个吧，对，好吧，拿这个吧，这划算一点，划算一点。买开口的还是不开口的呢？开口吧。就买便宜一点吧，这个还可以给垃圾袋盖上去，然后晚上还可以泡脚，也是。对啊，可以就这样吧，好吧，嗯，就这样。这里好多吃的，要不要买？对啊，我们要不要买一些？你爱吃榴莲吗？我很爱。你要买到自己想吃的，别人就会喜欢的。我觉得就要这个吧。要这个，好。西瓜，好想吃西瓜，买这个吧，就它了。然后什么橙子是不是？我想吃五籽红提，是吧？酸辣粉，我最喜欢酸辣粉。走你，我喜欢这个米线，哎，买两袋，买一个对连包吧。要不要买一些玩具？我们可以晚上一起玩，打羽毛球吧。好啊。射标呢？哎，这个好玩哎，这还有跳绳哎，这个吧。走走。要不要帮你推？啊，没事，可以的，我可以的，可以的。先在买什么？买猪肉吧，好不好？好啊。帅哥，我要这个搅碎可以吗？搅碎，我要搅碎啊，搅碎，搅碎可以吗？你要把它给切碎吗？我不是切，搅碎，搅碎。你要就搅碎，是搅烂可以吗？搅烂。我们想要把它给搅碎，弄成肉馅包饺子的那种。可以啊。谢谢。搞定了。走呗，来吧，买单吧，打吧。那个还没有去称、哦、是不是？还没有。给我吧，给我吧，我来吧。我去，我去跑去。辛苦了。姐姐称一下，谢谢。这也在这称吗？那我在这。谢谢。我来了。哎，我给我看一下小票。这样行动力爆棚且严谨的合伙人，谁能不爱呢？好，走吧。美好生活民宿，期待二位合伙人的到来哦。谢谢。你这鞋真好看，是不是？对，送你一双，好不好？不好意思，告诉我你鞋码，我已经知道你的重量了。你可能肌肉重吧，比你高啊？高有吗？哇，你怎么站起来这么高啊？坐着，坐的显矮呢。谁高啊？我屁股都比你高一些，你看。你屁股比我高，只能说你腿长一点嘛。我希望今天来的嘉宾帅一点，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爬山。会有吗？有啊，内地娱乐圈最帅的一个男生啊、哦，今天会来。哇啊！哇哇，这些好美哦！这些好好玩的，泡脚可以。对呀、啊，哇，你快闻一下，
舒服的味道。九尾九尾草啊，狗尾巴草。对，狗尾巴草。狗啊，经常久，哎，神经病。这就是我们的，啊、哦，这就是我们的房子了，是吗？是里面那个吧？是的，是里面那个。你两个好粉还不出来迎接我们？你这个是那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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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咱俩啥还没做就来了，铁定要过来干活。嗨，好辛苦啊！你把那给我，你把那给我平地了。你把这个纸巾给我吧，纸巾给我，你夹着不方便。Hello， 楚曦，我大西瓜。大西瓜回来可以啊！妈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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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里有玉米啊，对，还种了玉米啊，好美呀、啊，太美了，还需要路吗？就这样住着行了嘛，享受就好，对呀、啊，是不是？不过真的是我们的美好生活，羡慕了吗？但这种惊叹和赞美还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阁楼房，哇！它就是它原本就是第二次改造了嘛，好漂亮啊，好舒服，喂，真的好美呀、啊！帆帆，来看我们的米酒。哈，我们弄点那个米酒吧，把这个米淘一淘，对对，可以把米放进去喽。啊，少量多次，现在。撒什么魔法粉一样，呀是，干啥？来，哎，可以搓那个糯米，弄小圆子，然后打一个蛋花在上面，真好吃。哎，你坐在这里。天哪，这太美了！觉得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地景天都可以。牛，有牛啊，牛。好老的梗，是草吗？烂梗王蔡少芬。你他来了，我太开心了。真的吗？嗯，开心的想哭，哭一下。啊，这嘴巴动着是哭，来抱你一下。真的，哎呦，爱你了，我也很想你。哎呀，太开心了，我也是。啊，帮我找一下那个葱和那个蒜和姜好吗？有，蒜我们也买。蒜和姜。要帮忙吗？要。快快过来，来。我亲爱的妹妹，你帮我洗掉它，洗干净了。好。然后帮我放没有，帮我用一姜没有。这个慢慢哈，先等我说好。酱油，没有，是这很简单的，就用一包水帮我包，包到它的那个有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我要出水而已。OK， 都落地了。等。哇，我的天哪！哇，我的天哪！有水，因为有水，肯定啊，对，要把那个水搞干，它才不会崩油。辣辣，没事吧，没有崩到手吧？没事。那姐，你一会儿下那个虾的时候，你拿那个锅盖啊，对，盖一下，拿那个盾牌，盾牌，挡一下，你先挡一下，你不要崩到自己了，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冇问题啦。哎，开一点缝，不然它会闷。我知道，等一下。OK 哈，好，我去敲。去吧。有什么需要差遣我的吗？洗一下这个。好的，来，
菲菲，来给我。来，你们要洗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在这里就洗了。我觉得楚欣是一个很大方的女生，什么事情她也都是抢着去做，就自己却默默的就是收拾啊洗啊。很干净，你看我洗的超干净了，已经真的洗得很干净，都没有脏东西了，已经。你一个一个的洗鱼的时候，我就很放心了。我先帮他打扫一下，稍微的打扫一下这个战场。哦，楚曦，我刚刚看完你们拍的一个电视剧《不完美是完美》啊，迅姐的那个，嗯，在里面好酷啊，他演一个警察就很酷，然后刚刚看到他的娜姐。我小时候买过你的书。我警官有你这么讲话的吗？你们俩之前见过吗？没有没有。你没见过？没见过，从来没见过比我美的女人，讨厌。存在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女人哪个不美呢？你看看听听人家楚曦说的话，毕竟是看过我的书那么快。那是。我也看过，你对我好一点可以吗？你看得懂吗？识字吗？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写法文啊？就是我跟他很熟，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定会打起来的。哇，这把刀很钝，比娜娜都钝。你不会生气吧？哎，我已经生气了，理都不理你。你好过分啊！然后你俩 PK 吗？他跟我 P 个什么 K？ 轮得到他给我什么呀？我跟你 PK 的，我们 PK 了多少遍啊？你目中无人啊你！蔡少芬，你拍过戏觉得最帅的男主角是谁啊？当然是张晋啊！哎呀，错了，除了他，烦死了！最帅气啊！我还没跟他拍过，我觉得最帅的那个是下一部谁？刘德华啊，刘德华，我最想跟他拍。心如，你拍过最帅的男主角是谁？小明啊，陈坤啊。哦，对对对，楚欣呢？好，压力来到我这儿了。都挺帅的，一定要说一个，一定要，必须，只有一个。好毒哦，你这个姐姐，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我想一下。我在想过，我拍过那最近两个吧，张云龙帅还是龚俊帅啊？那这个更毒啦，都帅，不一样的帅，一个是阳光温暖的帅，一个是那种渣苏帅。哪个是阳光温暖的？阳光温暖张云龙啊，就大男孩啊，龚俊是那种，因为他演那角色就是渣苏男，渣苏那种帅。那你呢？你跟那么多男生合作过综艺什么的？哇，那就太多了，综艺简直不像拍戏。你们拍戏是朝夕相处的那个几个月，我们综艺就一天，很难培养感情的。待会儿有一个非常帅的男嘉宾，真的、啊。那心如，你煮什么啊？我本要做三杯鸡，结果做啊，没有九层塔，然后我带了九层塔来，我就放了那个放在冰箱，忘记带了。哈，他永远的台词。我本来要做三杯鸡，但是没有九层塔，我麻油什么都带来了。我好想吃麻油鸡啊，麻油鸡好好吃。对，麻油鸡，还有那个药炖排骨。超级好吃，在这么美的地方做菜真的很享受。哎，哇，好，来个盘子，鱼已经煮得烂得不要不要了。这个很丰富哦，鱼又有，虾又有，好香啊！看我啊，你小心，你小心，小心！豆腐是在聪明那儿买的，麻婆豆腐，下锅，这是最正宗的麻婆豆腐。豆腐出锅了，来来了，不错不错，好吃了，娜娜，来干杯，干杯，干杯，谢谢谢谢
大厨，欢迎，辛苦了，开心，谢谢，开心，开心，欢迎。好香啊，这小河虾很新鲜哎，很鲜很鲜啊，很下饭。好吃，我来尝一下。好像很下饭。这里就是那个虾是这里的特色，湖那个水库里面的，水库里面的。他们就拿那个网子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捞起来，就里面有一堆小虾子。这水库里的鱼肉口感柔软细腻，鲜嫩多汁，好吃哦。这里面有大家的心血啊，重新洗的鱼，纷纷切的黄瓜，心如，想不出来，煮的饭拿那个，心如煮的饭，找很久。你们还要吃饭的吗？不要，够了。我再添一碗啊。你添。因为我是晨风创始人，所以我可能瘦了吧。哇，瘦惨！我真的是从没有见过自己第一次腹肌。对，他回香港以后，我在香港找他玩，他出来玩，他要穿个背带裤，里面是个露腰的，然后背心是在这里，你懂啊？在这里腰露着。人家老公说，回去换点衣服。我们商量一下，下午干什么？等帅哥来。帅哥是下午来，吃完饭就要来了。我们吃完了。帅哥是来给我们做晚饭的，是不是？帅哥会做饭吗？帅哥会，今天晚饭帅哥做，交给他是不是？好，我们收拾一下吧。其实应该搞一个罩子，对，下次来就知道了，对，把它罩起来。哎呦，这全是水呢，全是水。哪一个盖？在里面。哎呀，恭喜好好。内地最帅的一个男生，我来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这的生态真好，跟我们老家那个村里特别像。中午还有点热。哇，这个杆儿，我特别喜欢这种杆儿。小时候我上学放学路上最爱捡这种杆了，我那个门后面一堆这种杆子，后来成为我妈他们打我的武器。妈，我一惹他们生气，她说门一打开一堆兵器库让她挑。我还是走快点吧，没必要开个场开这么久。哇，跟我在节目上看的不一样嘞，感觉都已经完成了，是不是？没人嘞，人呢？擦好了，东西都弄好了，没人哎，我想找个地方躲一下。民宿固定环节，没事整点事又开始了。记得上一个这么整过的，我正在演唱会彩排了。他现在状态是已经疯了。这个地方好躲。哎呀，娜姐，这个手机铃声是杰哥唱的《想见你》。这种时候还撒糖。天气已经。不接电话，再打一个。干嘛不接电话？别拍的我好像在这儿上厕所一样哈。你是来拉屎的吧？没有。联系不上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应该怎么办现在？再打一个。什么鬼啊，想见你，我想见你，想见你，我想见你。我怎么办？现在我应该
本来我想的是我躲在那儿，然后让他们找不到我，只看到行李。他是不是已经来了？但是我忽略娜姐就是经常手机会放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人呢？我记得有一次他要跟我说个事，杨迪杨迪你在吗？然后说娜姐在，什么事？他说稍等一下我过个安检，然后过完安检告诉你。四天吧，五天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娜姐安检过完了吗？如果我当时打给别的常驻可能会好一点，打给娜姐确实这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嗯，好狼狈啊，没有人。我直接进去了。哪个是他的门？可以不可以出去啊？开门吧。我要出去坐一下了。什么是这种相遇的场景啊？我的帅哥呢？ Hello， 主持人，我们已经知道是你了。我把这个先搬走，然后给他们换一个那个床单。我把这个搬到杨迪那个。他睡哪个屋呢？现在？杨迪啊。嗯。你是说杨迪是我们的帅哥吗？完了，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了。我就在想，杨迪，杨迪，谁是杨迪？难道就是？这个叫晒晒锅，我们已经知道是你了。我知道，但是我给娜姐打电话嘛，她不接，因为我想，她不接，我在这到处躲，躲来躲去。我看见你这样，还想往回走。而且最搞笑的是，你开完门以后，你看都不看外面，马上一回头，我说，哎，那还有机会。真的吗？对啊。刚才有这样子吗？人生真的不用彩排，没有用。我应该先到哪里去？这是你的房间。让我来带你参观一下你的房间。要不要我们吓他们一跳？其实我想，我本来想的，先把东西搁进去。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不到，我声音好大哈，声音很大，他听不到，听不到。先把这些藏在里面，说我快来了，然后布置一下我的房间。对对对对对，我把他们引过来，然后让他去上面给你布置一下。我再上楼上去哈。你可以了没有？可以，我们才过去。可以了。好。我再上楼上去哈。他们没有听到吧？把我先听到，肯定听不到，他们关门的嘛。他们能不能把娜姐骗来啊？你们在睡觉啊？真的？没有啊。坐。你在干嘛？我眯养神五分钟。那我们现在先歇会儿，完了以后，他马上应该就到了。别干了。我问他到了没？那钢太适合他了，这首歌太适合他了。你到了吗？给你打了一万个电话。给你打了一万个电话。哎，到了吗？我在村口呀。我东西。我东西好多，你们都不来接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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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需求啊？说我快来了，然后布置一下我的房间。我对房间的要求很高，我希望我一走进我的房间就是最完美的状态。比如说床上有点那种摆上我名字的花瓣啊什么的。好，可以。为什么要给他花？我们现在要去村口。失败。各种失败。我们去他房间里面看看有什么布置吧。我们现在要到村口去接杨迪。你把这个拿着干嘛？你不把它放在他房间吗？男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我有什么任务啊？你肯定有什么任务。神经病，我有什么任务、啊、我有点好奇了，你为什么一直让我们去？问题是杨迪他有很多东西要让我们去拿呀。男生啊，他自己拿就行了嘛，我们应该躲起来，不要不接他，然后吓他一跳。那你在这儿躲起来，那你在这儿躲起来，你这样子吗？我会不会这次录制都见不到娜姐啊？我肯定要去接她，因为她说她很多东西。她哪有东西啊？男生要她自己拿就行了嘛。
那我跟小忠犬，我对他很感兴趣，我想先看一下他要干嘛。我跟你去吧，我跟你去吧。我想那个看上我认识一下。等我们呢，我们在吵架。失败，各种失败。躲在床铺里面等他，要不要躲在床上等他？但是他很多东西，他都拿不了，拿不了。拜托了，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他是不是已经来了？他是不是已经来了？哪有啊？没有啊！你想多了，他哪里来呀、啊？来了。是来了吗？没有啦，没有啊，没有。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他呢？我就是想准备这个东西给他，吓他一跳。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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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你为什么要说你在村口啊？我们快拉不住娜姐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线完全是错位的，电话不接，我在外面热的我已经不行，我只有自己进来了，一进来又被他们俩发现了，我真的一大出戏没有一个是真，我疯了啊，笑死了，真的。哎呀，欢迎欢迎。Hello， 心如姐。哎，你好。我宣布这次见面可以列入美好生活大型搞笑见面现场第二部，别问我第一部是谁，详情回看第一期。蔡少芬的戏太烂了，哎呀，我真的是太可怜了，我拉不住，拉不住人，我输给他。请坐，我们的大家庭。这里是餐厅还是？这是我们的餐厅。哦，这舒服，这舒服，这晒晒太阳来。带了礼物给你们。哦，很好吃的面，晚上可以给你们煮。我带了一个摆件，我想摆在你们这个民宿里面。啊、哦，这个人物可爱。这个好搞笑，这是不是你的样子啊？啊，就是我，这个是网友帮我画的，这是他的单曲画。哇、哦！但是网友画完，他们说画的很像那个陈建斌老师。啊、陈建斌老师说、啊。大胆！陈建斌老师肿了。是不是对的？有点像哈。好吧。肿了。但这个字有点，是不是对的？垮。垮垮，不是垮，是跨跨跨过。不要怕，发音要发准，你别吓我。我错，我错，我错。来，放在哪里？把陈建斌和我一个结合。那个中间的堂屋可以放。你看，美好生活记忆，把你们在这里遇到的美好生活收藏起来。这个房间好。哎，要不要说？这个位置好，先放这儿吧，我走了你们再找地方再拿起来。你走了我们再收起来。杨迪走了吗？收起来。先坐一会儿。哎，你还没有参观这个美景。哎，我正好热，我马上嘛。时间够不够？今天很满是吗？我太热了，我本来就容易流汗。对，他们给你安排了好多项目，要你那个到水库去抓鱼啊、捞虾什么都得你干。我看一下我的台本，我的台本没有这个水库抓鱼。是我们唯一的男人。我们没有台本，我们就是按照感觉来。我有台本，我做什么节目都有台本，我是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什么人呢？为什么是这种相遇的场景啊？我会不会这次录制都见不到娜姐啊？各种失败。全人设，没有，我要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好好体验一下，因为我也大小的民宿住过很多嘛。你一定要舒服的在这里感受。这边望出去那个景还挺漂亮的，很美耶。等我消消暑，我们就参观一下。你吃过饭了没有？我午饭没吃，没事儿。你还没吃午饭啊？那个来。没事儿没事儿，我先不吃了。给你弄点那个来，煮个面。对，给他下个面吧，就给他吃一刀米饭吧。那个虾子啊，小虾虾虾鱼，给你下个面好不好？杨迪，我给你弄个面，热一个这个。
我觉得你们民宿应该有一个那种座机，特别声音大的那种座机，每个房间都挂一个分机。那很害怕喽？什么害怕？你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做生意的人害怕接电话？我也觉得这里应该有个座机。人家民宿都会有座机，都没线，我们也没网络啊，没那个 WiFi。对，我们要先把 WiFi 录好。不是，我们希望大家来这边是可以享受生活，所以不要有 WiFi， 对，不要一直玩手机啊，然后滑手机什么，就聊天。WiFi 我觉得是可以有了 ，WiFi 我觉得是可以要。来到这边呢，也想拍拍照啊，发个实况啊什么的，可能发不出去。那你自己手机还是会有讯号的呀？他们有的人坐在这里刷手机也觉得很爽。没有，那个是他们的自由。对对，他们可以选择弄还是不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那我觉得应该安一个的。那我们必须要备，就给他们这个选择。开会开得真嗨，可以了，可以了，多煮面就不好吃了。大家都来了，就一起上吧。大伙都来了，不好意思，就一起上吧。大碗刚好茶碗面啊，我也不好意思，你别装，你哪有不好意思？我刚刚不是，我是下意识唱的。我知道，你自从翻唱完这首歌以后，杰哥再也没有唱过。翻唱完这首歌以后，杰哥再也没有唱过。因为那些人唱完以后也搜不到他们的内容。走开，第一条就是你的。他们已经没办法跳跃我了。哇，这一碗麻婆豆腐面没见过吧？是没见过。丁丁再加一点点这个，加点这个卤子。要不是我看着你在这儿煮，我以为人家在这儿收拾呢。这一碗，这一碗真不像人吃的。我要把它拍下来，全都放进去了，太吓人了，好像我们家谁在那儿收拾。你煮饭，你在收拾？你啃上吗？你坐在这儿吃。颜色的关系，真的好吃。先尝一尝麻婆豆腐。嗯，哇，这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面。你太夸，我就白活了哈。看起来也不错哈，拍下来。刚捞出来的，从桶里。你这个人，不错。到一个民宿，一到就先整一碗面，还是挺爽的。还是娜姐的手艺，家常手艺。对，我开他玩笑嘛，我说特别像我们四川收拾桌子，不吃的都是倒一盆，反正就是味道好吃，但是看起来会比较奇怪一点。吃着吃着还吃完了，我以为我不饿。吃好了，你们这儿可以爬山是不是？可以。下午我们周边看一下啊，我打探打探这附近。走嘛。哎，我们可以一起看落日。这条裤子没有什么，别再穿了。是吗？那怎么有点胖啊？别说我现在我就去换，你看你，喂，不用啦，是吗？女生出门就是这样，不用了，不用了，可以没事。我换条裤子。你真的不胖，是吗？肯定显胖。咋了？就是女生出门之前，闺蜜说了一句，哎，你这裤子有点显胖，马上要去换。真的？救命啊！没有啦，是这种阔腿裤啦，不要听他讲。不要听我讲，我妒忌你啊，怎么样？是，主要是衣服胖。这裤子本来就是宽松的。对，是吗？对，是肯定的，肯定的。暂时放下身材焦虑，福寿山健康打卡模式开启。
福寿山可谓是好山好水好人文，作为湘东最高峰，这里是登高望远的最佳福地。福寿山离长沙不到2小时，你只用轻装出发，踏上登山的路途，去穿越平流古道，探寻千年文明，去认识沿途的珍稀古树，去和动植物打招呼，去听福寿山泉水撞击山石的声音。山泉水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快出发，将福寿山秀美风光尽收眼底，美好值得。要不要一人先捡一个登山拐？可以啊，登山杖是吧？土地，土地，快出来！大圣，大圣有何吩咐？请问这条道叫什么道？平流古道，随我来。这边请。哎，你就坚持这样啊，你别站起来。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西游记又来了，我们五个人就是西游记。哎，这边的这些不同的植物是不是可以认一下？然后其实也是那个介绍吗？对，也是介绍的一种，就是这个上面的生态。如果有游客来的时候可以那个，就像小朋友这边有很多种植物都可以认，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树。松树。哎，这个路好美，而且这会儿这个光特别好。对，给你们拍张照。一二三，走那个古道更有跟很多以前的村里人一起在行走，你就会想到啊，他们上山可能去砍柴，就是上山去做什么，都是走的这条道，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平路了，哎，我们刚才急走也是一样的，是，就是我们选了那个小道嘛。那边是大道，这边是古道。哎呀，休息一下。这会儿夕阳了，很美。对。再上去还很远吗？没来过，拐个弯看一下是什么。哦，这上面还有房子呢。哎，我们那个房子之前就是这样的吧？对对，这种夯土房。你看这些屋，就是可惜了，那全出去打工了，完了以后就闲置在这里。对，如果这儿做成民宿绝了。对呀，这里是半山腰哎，我们那个地方是大本营，这边都可以开发客房什么的，愿意来就来。先弄好了，然后让村民看着我们的那个 model 去改。哇，这根好。大话西游。蛇啊，我来，我来。蛇皮了。我想摸一下。No, 给大家看一下。你走开呢。鞋皮。哎呀。你小心点。拿回去做一个皮带。你不怕蛇吗？我不怕，只要它不要走过来，我看到它我不怕。它会就是唰就过来，就一下就咬住你了。哎，你这好像那个孙悟空。你小心啊！谁告诉我今天有一个帅哥的？我很希望啊。这叫帅哥啊！美猴王。你还能换个 pose 吗？我对不起，我跟你们说，今天会来个很帅的帅哥，背光帅哥。我真的是在西方人眼中的帅哥。啊，不会吧？阳光男孩，背光帅哥。你只是没有参加世界最美面孔的评比。不参加那些虚名，沈腾哥都排上号的地方。啊？羊哎！啊？黑山羊。好多羊啊！快看。而且他们集中在这儿。哦，真的、啊。好可爱哦，小黑羊。山羊可以吃的，不是绵羊吗？山羊可以吃的。可以吃啊，黑山羊。哦，全羊啊，就是。哦。哎，我们还要往上爬吗？都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哎，这里好美啊！哪里？这里、哦、那边有瀑布，快看！这里有个瀑布，来了，往上走了，看夕阳了。
我觉得我们得找一个洞，看得到这个。那个瀑布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小平台？哇，还得上去。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哇，这个地方好哎，好舒服哦，别有洞天。感觉这里好像那个宁采臣会走的地方。对，这没有一点现代气息了，已经。有山有水，山山水水。三山绕四水，四水绕三山，三山四水春常在，四水三山四时春。哇，我爬到瀑布了耶。这个好玩哎，而且它感觉很干净哦。对啊。哇，好漂亮啊，看夕阳。哇，好漂亮啊，太美了，好舒服哦。天哪，这里真的不错。你好像摸着这个风的感觉，虽然很累，但爬上来是挺值得的。幸好没有中途下雨，好像画一样，而且那个太阳都可以直视。而且你看那个石头，这就是水做的画。来，朋友们，一二三。其实也不久哎，我们还好像不到一个小时，不到哈。嗯，来这边游客早上上来爬爬山，挺舒服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为这个打卡的地方。哦，对对对。主席在想什么呢？想一些该想的人。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主席在想什么呢？想一些该想的人。可以小声的告诉我在想谁吗？请过来，请过来。脸红了。我说问他想人吗？他脸红了。你想到谁呀？我跟他也说了。他跟我说了。谁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在想一些诗人。长河落日圆。Stop， 友友们，别忘了正事啊！我们的美好生活民宿要想营业，还需要多位试住体验官的助力呢。快快拿起手机邀约好友吧！我给王大陆打一个。我给王大陆打。你帮我给打一个。现在就是这种哈，漂流瓶儿是吧？咱们这个邀约就是。我想邀请王大陆过来。好啊。他帅吗？帅。他不接电话。王大陆会不会因为是我的号不接啊？大陆，我是不是电话来得很突然？太突然。你是不是不想接？你看到杨迪的电话是不是不想接？对不对？半天都没有接，对不对？看到是我打，很莫名其妙哈。上一次跟他联系2018年。啊，真的、啊、真的、啊，上面有记录。我刚看聊天记录，2018年是5年前了耶。我们现在在平江的一个山上世外桃源，就想要让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给你看这里美景，什么地方？哇，很漂亮，美景，好漂亮，美不美？是的，对。Hello， 你俩认不认识啊？认识啊，前几天才见过。其实在哪里见的？是大家一起在大湾区约了个音乐会。啊，哦哦哦，你在哪里现在？在上海，上海很近，我就是从上海过来的，路我已经帮你趟熟了，上海直接坐飞机过来，再坐一趟车就到了。你那边有什么便利商，不是那个 supermarket 什么的吗？哎，马路网络不太。哦。有啊，你们要买什么？你可以帮我找那个九层塔吗，大陆？心如一直说要给我们做三杯鸡，没找到真的不要紧，没找到真的不要紧，千万不要找到。快来快来啊！找九层塔，你们慢慢聊。谢谢，拜拜。好，拜拜。等你。
刚才两个人，没有没有没有，吓到了，两个人吓着了。哇，这会儿很漂亮，好美啊！天哪，这个红日。命运就是天会留你，命运就是天会离你，命运就是中肯做你做人未摧毁，给留你心碎，让白天碎，我愿你一生永远陪伴你。爬到那个山顶上，我觉得这就跟人生一样啊。我们人走上坡路的时候都比较辛苦，因为你也永远不知道你的顶点在哪里。然后等到你到了那边，你终于看到那个很美的夕阳，觉得你这一路来的这个过程的艰辛是值得的。好漂亮啊！我建议大家到平江来徒步，这个瀑布，这个桥，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景点。现在不是城里面流行的是 city walk 嘛，然后我们这次是乡村 walk， 慢慢的去感受这个村里面的景色，就是很不一样。山里面的民宿肯定有那些风土人情的地方，然后也有那些小小溪，然后让你可以在下面走走啊，看看啊，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体验。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很黑哦，一会儿会。没了，你看，就刚才那会儿，云盖住了，太漂亮。我们种生菜吧，你们喜欢吃生菜吗？但是没有那个种子。对对对。娜姐，我们打电话给马天宇。可以啊。天宇以前种过的啊。小马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Hello Hello。你答应来了吗？你真的答应来了吗？那你能不能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啊？可不可以啊？帮我们带一下。你要什么？就是种子。种子，种子，带点种子。你去一趟那种农贸市场买点种子过来。对了，如果你还有力气的话，扛点化肥过来。我们想种点东西。对对对。在种羊皮啊。哎呀。我们这里缺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今天发现的，就是有荡秋千。如果你能买一个荡秋千过来，就实在太好了。是吧？秋千，就买点麻绳和那个木板。对对，一个木板。我们要求越来越多，他就不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啊！答应了。哎，等你啊。See you。拜拜。一挂完视频就打了两个字过来，好吵。我要看一下我的汤，我在想煲汤，我很喜欢喝汤，煲汤很开心。我要煲汤，大煲，很大的煲，就把那个汤弄好了，我马上来。最好就是早一点煲，最少小四个小时才好喝的。我要拿个勺子来试一下味。嗯，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先喝汤吧，好不好？好。好呀。喝个汤。喝口汤吧。我先把这个洗了吧。哎，是看不下去这些。别洗了，我先喝汤吧。一会儿吧，一会儿吧。我饿了。煲了一下午的汤，嗯，绝对好。还好吗？广东人的基因，煲汤秘诀。必煲汤。这煲汤连盐都不用放。对呀、啊。那这个味道从哪儿来的？它是那个章鱼。哦，章鱼咸味。我加上它有玉米。嗯，玉米的甜。对，我发现房间里没有热水壶，没有，得出来自己弄。嗯，喂，你知道吗？我住过一个民宿，就是这样，它有一个就是 lobby， 然后它有一张长台，都是在 lobby 自己去弄，自己去弄，也行，这样节约点。对呀、啊，因为很多人喝东西啊什么的，就随便拿一杯，然后喝完了、还一半剩下什么的。我经常住的民宿。
有些民宿晚上要提供那个甜品的，他就说今天晚上甜品是什么，九点到十点之间供应。啊，我们每天的特色可以不一样。对，他每天就是他看他根据那个店家做什么东西。所以你要不要先喝个汤吧？马上，我把这个搞完就来。楚曦之前跟他录过节目，他真的是一个很会收拾并且很爱收拾的人，手里的活干不完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打扰不了他。上次我们露营就是天都塌了还在那炒肉。没事，我已经手已经脏了，没事，你们别再搞了。我来吧，来扔下来来吧，我手是脏的，快扔下来吧。没有，可以让你洗东西，没事，脏，没事，放下来，拿下来，就这样吧。别洗，真的别洗。你喝我的汤吧，我喝了，冷了，你去喝吧。你来给我吧，你给我吧。小西，本来我以为他那么年轻，应该是比较小朋友一点的，完全不是啊，他挺能干的，印象是挺好的。再喝就倒多一点。家里的味道。福寿山泉水包的特别鲜美，可好喝了。咱们一会儿要吃饭了哈。来，咖啡。来。开心。今天我们看到了红日，红红火火，对，红的。再一次，欢迎杨迪。谢谢，多好！中午吃了让我记忆难忘的一碗面，全都是爱哟、哦。最开始我那个一直那个推荐杨迪帮杨迪的时候，杨迪给我发信息说。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意思，你开玩笑的，是开玩笑的，不遗余力的帮助我哈。我在 N 年前，我的一次演出遇到他，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草根艺人，草场艺人。我在后场的时候，他就在侧台，他也要准备上去要演搞笑的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来进。”我给你表演一个啊，他就把满脸夹上那个夹子，好痛哦，我看着痛，然后那个夹子就全飞掉，疯掉了。后来我过了4年，我做一个节目，然后我压力有点大，因为就是我自己弄，你知道吧？我说我找杨迪吧，杨迪，谁呀？闻所未闻，我没听过。对，那个制作团队。后来就找到他就来了，与其是说我帮他，不如说他陪我。然后我们俩就那个时候产生了友情，患难见真情。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就那个之后呢，杨迪就蹭蹭蹭，蹭蹭蹭的，就是踩着他的肩头就跟。我妈第一次跟娜姐见面的时候，在娜姐化妆间，我妈就这样，谢娜，真的，很夸张，像电视剧一样。他们两个抱着就开始哭，然后我妈就说不出话，我妈就说不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好可爱的妈妈，就那种当时。所以我现在看他，虽然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现在也不是说我的艺人或者干嘛的，但是就是看到杨迪好，我真的打心眼里就觉得开心，真的觉得特别开心。对，哎呀，干嘛？在这哭鼻子，来来来，为你们，来，真的，我觉得人跟人就是都是缘分，然后懂得感恩，好可贵，那么爱他。张晋哥在那个《杀破狼二》里面吧，帅得不得了，一代宗师也帅，对，一代宗师。你帅到没？杀破狼，还有张天志啊，杀破狼帅到你了吗？你看他当时，他每一部都帅到我的，你去看这，因为我很喜欢看他打。虽然我心疼他，很辛苦，而且每次打都很难受，很累，然后受伤什么的。对，但是还是挺喜欢看的，因为他打得很漂亮，很光脆利落，肌肉，胸肌。好像 off
有胸肌的吗？没有，就纯。他有胸肌，那胸跟质子团那没法比。差远了。救命啊！我没有说很想很想结婚，也没有说不想结婚。对，我小时候想的是26岁结婚，然后28岁生小孩。啊。然后现在都30。但是我30岁的时候就找到我现在的那个。就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才对，你才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反正有时间嘛，你还是很年轻嘛。那你跟你老公是谈了多久？5年。我跟他说你要结就结，要不了我没时间了，我还想生孩子，我还要跟你分手之后再认识一个人，2年之后才可以结婚了，对不对？我要认识他嘛。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后来他就觉得，好吧，难道事业不好永远不结婚吗？所以他这个观点是对的，他才就其实还是人对了，珍惜吧，珍惜吧，对呀、啊，狠狠的珍惜吧。你说我小时候的偶像，你知道谁吗？谁？林志颖啊，真的，小时候梦想当林志颖的保镖。你就还想当人家保镖？最应该防的是你，你还当别人保镖。我家里的那个书房全部贴了他的那个照片，非常帅。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听说林志颖有个绯闻女友。那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事。对，然后我一看是什么样子，算了算了，可以算了。所以我百变大咖秀，我扮演的小鱼儿。他是古中第一帅才，小鱼儿。大姐，你在干嘛呢？我在这儿放松呢，这环境好好啊。这环境真的特别能让人放松。这个十七光年苏打酒真的特别好，而且它还有两种口味，一个是柠檬青瓜味，还有一个是西柚味。你喝柠檬味是不是？对呀、啊。要不要加片柠檬？好好好，可以可以。对，这样味道更浓郁。这个是上海贵酒旗下的十七光年，我之前喝过。啊，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喝着这个，看好友、美景、好酒，不要太爽了。而且这个酒。它不光能这样子直接喝啊，它还可以和绿口酒一起调配。就我们下次可以试一下，给客人调个酒啊。好啊，好啊，对不对？让他们有点新鲜的东西可以尝试一下。哎，你看这个酒气泡好丰富，而且它这个口感特别清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它是零糖零脂的，嗯，就很适合我们，喝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嗯、对不对？太好了，好喝，来干杯！干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姐姐们，给你们准备了游戏。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在全中国已经非常风靡，非常红，叫321看这边。啊！谁输了，谁明天早上做早饭。来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那怎么样弄啊？谁俩一组啊？我俩一。那行。可以。我们俩一组啊？那我打。那我打。你们猜拳吧，输的人玩，赢的人打，输的被泼嘛。我总觉得我每次都会输的。剪刀石头布，啊，没有三盘两胜啊，三局两胜啊，不是一局定胜，当然了。剪刀石头布布啊。心如姐应该是干净的回去了。我死定了！你玩是不是姐？我俩这房间的人怎么回事？剪刀石头布。我们俩。没事，请坐。对，先赢三局的人获胜啊！赢的人先攻击对方。来来来，我怎么不？那保龄谁泼呢？加油，艾达，加油加油！剪刀石头布。好，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
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我们的美好生活》。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来，准备。三二一，看这边。哎 ，OK， 三二一，看这边。好慢，慢还错了。7-0了。7-0。我的眼睫毛有没有掉下？没有，还是。三二一，看这边！没摸到人。好，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不！没有了，挡住了，已经挡住了啊！来，哎呀！睡觉了你！你没泼，你好像泼自己了。你泼我自己了，泼到我自己，你能不能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啊！别睡觉，我自己了。好紧张。来，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人家没错，我打死你！我打死我！我对不起！快！这个砸过！换了，换人了。看这边这个游戏，是我代言的。来。哎，我很怕，我觉得坐在这个位置压力很大，是不是？你要记得拿，要记得拿。好，金柱姐先攻。一二三，看这边。没事，你到底有没有搞明白？而且是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我自罚一下。该娜姐攻击。看这边，哇，好厉害呀！看这边。跟钟主席干杯！我觉得你们这队要扣一分了，连续两次乱泼人，对不对？是的。娜姐，是不是明天你们两个做炒菜？我跟杨迪做炒菜，好不好？OK。啊！好不好？行，我做。你们快去洗澡吧。好，走。我都有点干。干吗？再来。不来了，我不来了。我这次来了之后，说句实在话，边住。边自己感受，确实那个山上的一些景色也是你自己去探究之后会发现特别好，所以非常适合有做民宿的这个潜质。然后再加上这个民宿的内部以及周遭的一些环境，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起到这个模范作用还是挺好的。准备约会非常的辛苦，你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爱你。
了吧？大陆和天宇走过来。正好你们来，我们今天种地。那你种过地吗？种过呀。你应该是我们这里面最有经验的人。这边马天宇松的土绝对是没有问题。你这不用挖。马天宇说拔。对，拔。马天宇说的。拔过呀。马天宇教的，你看。马天宇，你种的都倒的。哎呀，这个谁弄的？这个根还在外面。是马天宇。你是什么想不开去参加了哥哥？你是干嘛？这是。哇，这跟谁聊？你觉得是谁就是谁吧。脸都红了，又红了，你们要干死了！动一动，呱呱呱呱，你叫他很恐怖。他怎么叫的嘛？我应该跟我狗头。狗头。我有一点自恋狂。自恋狂。你们有没有测过那个 MBTI 啊？就是 E 人 I 人，你测过吗？你看起来特别外向的人，其实他很社恐。你别做出来 I 人，我们下巴掉了。我社恐哎。没有热水壶，想喝点热水必须得出门。体验农作应该要给客人准备一套衣服。软件设施你们还是要再研究。想经营啊，你们还是就是前台里留个人。我们就是让你们现在来到，然后你看我又反驳又反驳。我错，继续。我们现在只听不说，不敢说了。我们在这里说对不起。下午检讨大会。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